提醒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欢迎今天高三过来来到主的殿堂里面来到欧洲，咱真欢喜，好在大家安尼也时间过来，咱再来休息咯。Thank you.
有一我的上帝，我伫这新的一年，保守阮的平安。我有记录，过了我行进入新的一年，我伫互阮个妈妈有在说，做好互阮，所以阮也是真听。咱安静地听主的声，伊是生命主宰。阮甲主是用诗歌聆听。Yeah.